万春、张贤拱和吴顺三位先生求见。啊，有请。是。我先走了，你忙。去吧。快，把门关上！快，大哥，怎么了？隔壁昨天夜里被人杀了。什么？刚刚我们到平阳客栈。 发现客栈已经被宫门中人所围，西门之下才知道，葛斌被杀了。先是六弟黄门月，现在又是四弟葛斌。老五，我们的处境不妙啊！看来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啊。大哥，我让张毅陪你们立刻赶回客栈，收拾好行囊，搬到侯府之中。我就不相信。 凭小弟在五平县的势力，会怕了这些孤魂野鬼。嗯，这样也好。但是五弟，事不宜迟，一定要尽快找出他们，否则你我寝食难安呐。嗯，大哥，放心吧，今晚便有分晓。 小的狄春叩见张阁老。狄春，你怎么回来了？啊，快起来！哎，是不是狄公出了什么事情？阁老请放心，老爷以前好。哦，看你这急匆匆的样子，那就是狄公有事交办了。难怪老爷常说张阁老是他的知己，果真不差，一猜便中。哦。
这封书信是给您的，这份奏折是老爷请您转呈给皇帝的。好，我马上进宫。陛下，怎么了？梁王殿下现在殿外候旨，叫他进来。是。有请梁王殿下。陛下。三思啊，有什么事吗？啊，昨日吏部接到江州刺史温开的官堂，原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后在馆驿中被杀。哦，武平县令。正是。案子破了吗？还没有。此事由吏部会同地方官处置也就是了，似乎不必上呈朕知吧。啊，是是是，不过臣想黄文月堂堂县尊，朝廷七品，如此离奇死去，颇为不同寻常。那你的意思呢？臣以为朝中当派遣阁臣宰辅前往江州处置此事。有这个必要吗？陛下，有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想来陛下还记得吧？当然记得。怎么？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就是曾为此案出过大力之人呐。哦，正是。这个黄文月一非进士出身，二非红瓷之士，以布衣的身份一跃而进为县尊，就是因为黄国公案的缘故。三思，你究竟想说什么？陛下，以臣看来，黄文月之死不简单呐。什么意思？此案会不会是那些李氏余孽兴风作浪，又起波澜，挟私怨而仇杀黄文月？以你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呢？刚刚臣已经说过了，派重臣前往江州查查此案。何人为宜呀？狄仁杰去朝有一年了吧？哼。哦，有一位朋友刚刚从江州治下的武平县回来，他说在县中见到了一个人，似乎是。似乎是什么？似乎是狄仁杰。想不到你竟会关怀起狄怀英来了，这也真算是奇事一件。哦，臣只是以为狄公素以断案著称，如果此案由他负责处置，那再合适不过了。三思啊，如果朕所记不错的话，今天的太阳应该还是从东方升起的吧。陛下的意思是？举荐狄仁杰的话竟从你的口中说出，朕是不是听错了？陛下，臣不过是笑春秋齐奚之故事。齐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旷世经典，千古美谈。可你所笑恐怕不是齐奚，而是楚王。陛下，臣万死不敢如此造次，请陛下明察。周天自有九鼎，楚王问之，其意不在周王之鼎，而在天下。假黄文月之事，问狄怀英下落，内藏奸诈，其心可诛。臣该死，臣该死。狄怀英奉命治世，回并州休养，怎么会出现在武平县？是臣滥言多口，望陛下恕罪。今后做事要老老实实，
不要动不动就耍这等妇人之志，明白吗？是是是。你说有一位朋友看到了狄怀英，这位朋友是谁呀？是薛青林吧？啊？这没有说错吧？正是，平南侯薛青林与闲居武平县的一位狄姓老者发生了一些纠扰，因此请神代为打听此人的出处。哼，你身为宰府，竟为一个小小的平南侯便在天子面前行奸使诈，巧言试探，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隐情吧？是臣糊涂，平南侯薛青林命人传书微臣，请臣无论如何要帮忙查问，因此臣才做下如此昏妄之事，求陛下恕罪。哼，这个薛青林越发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倚仗朕对他的宠信，骄横跋扈，搅扰地方。江州的几任刺史多曾具表参奏，朕都念其勋劳，下旨宽免，想不到而今竟变本加厉，妄干朝事，真正是岂有此理！陛下，臣也是看在薛青林有大功于皇帝，这才答应帮忙。你是在替薛青林邀功吗？臣不敢。哼，当年黄国公案后，薛青林由一个区区轻车都尉一跃晋为侯爵，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说什么有大功于朕，这是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吗？别说一个小小的薛青林，当年的宰府裴寂、大将军陈务亭、赵怀义又怎么样？哪个不是有大功于朝，还不是一一为朕所诛？是是，陛下所言极是。哼，朕听闻薛青林曾对旁人讲起，手中有一绝密，上写宰府，下镇地方，可有此事？啊，臣想他还不至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吧。有机会给这个薛青林提个醒，要他小心行事，否则一旦天威降临，那便是灭顶之灾。是是，起来吧。谢陛下。三思，朕看来你与薛青林网从过密，似乎也不太妥当，你要谨慎为事。是是是是，臣之己过，望陛下宽宥。好了，去吧。是。蛇鼠之心，难成大器。陛下，张阁老有要事求见。叫。是。张阁老请。陛下，狄公从武平发来奏折。呈上来。是。狄怀英不负朕望，果然了得。陛下，半年前狄公奉谕由江州前往武平，就是为了这个平南侯薛青林。是。尔等退下。是。不可贸然行事。陛下，您说什么？啊，没什么。哦。怎么样？没有找到。要仔细。是。哦，先生，有什么发现吗？没有，这些档案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啊。不要着急，再找找。是。
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先生，您看，这是刺师傅封存的20年前密档，这是有关黄门月的。果然如此，啊，先生，您有什么发现？孟凯啊，你还记得吗？前天在说起黄文月被杀案时，我就曾经断言，此案定与薛青林有着紧密的关联。不错，我记得。据官档中记载，20年前，薛青林投书构陷黄国公一家，这个黄文月便是他的帮凶。哦，我说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怎么会从一个毫无功名的布衣之人一跃进为七品县尊？原来竟然是这样。档案中还说，黄文月协助薛青林搜集黄国公谋逆的伪证，事成之后由当时的宰府武三司单阁签批，皇帝亲旨跃进为七品县令。先生，我记得昨天您还曾说到，葛斌之死也与平南侯薛青林有关。是啊，我敢断言，葛斌的情况定然与黄文月相同。哦，找到了，刺史大人，找到了。大人，这是州府封存的葛斌密档，上面也提到了黄国公案。啊？啊？这上面怎么说？又被先生言中了。先生，这上面说，葛斌原本是江州城中的余商，与薛青林是莫逆之交。黄国公案时，此人曾欺进刺史府，向当时的江州刺史封增言投递黄国公李矮谋反的证据。此案之后，他也同黄文月一样，由梁王单迁，圣上亲旨为江州法曹，正七品下的官职。看来我的推断完全正确，这两位死者与黄国公案和薛青林都有关联。真想不到这个葛斌竟然也是构陷黄国公的帮凶。黄文月、葛斌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帮凶，事隔多年，两人先后被一个神秘的刺客锤击而亡。此案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先生，那个神秘的刺客会不会是黄国公李矮的后人？先生，学生也这么看。20年前的那桩冤案，以薛青林为主谋，黄文月、葛斌从之，因而与黄国公李矮一家结下了深仇大怨。当时黄国公一家15岁以上男丁被全部处死，其他人发配岭南为奴。20年后的今天，黄国公的后人们长大成人，寻仇至此，先杀了黄文月。葛斌闻讯之后非常惊慌，前来武平找薛青林商议对策，没想到凶手尾随而至，将其杀死在客栈之中。先生，看来这个凶手的最终目的是薛青林。温大人所言极是，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黄葛二人同样牵涉20年前的旧案，又一前一后被同一个凶手以同样的手段杀死。看来这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但却还不能说就是此案的最终结果。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黄国公李矮是不是留有后人。先生，这一点如何澄清？很难呐。你们可能都知道，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宗嗣都被皇帝赐毁姓，注销宗族家谱，编入朝廷的留人籍当中，因此很难查到究竟谁才是黄国公的后人。而且岭南多障，留人死于一所者十之八九，
这些人死后便草草掩埋，不立碑，不造册，而且年深日久，因此我们即使要查，也无从得知这些李姓宗嗣孰生孰死。啊，不错，这一点学生也是知道的。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我之所以说目前还无法定案，便是机缘于此。还有，你们想到了没有？黄国公的冤案自江州始，波及大江南北，牵涉了所有李姓宗嗣。这样一宗巨案，其实薛青林、黄文月、葛斌这三个小人物如此轻易便能做到的呢？先生，您的意思是？首先，薛青林在朝中定有靠山；其次，他的手下定然不止黄文月和葛斌这两个帮凶。先生，您的意思是，江州还有类似葛斌和黄文月这样的官员存在？而今事情尚不明朗，我不过是推断而已。那如果真如先生所说，这些官员岂不都身处危险之中吗？文凯啊，看来我们的追查不能仅限于黄文月和葛斌这两个人身上。这样，你命令辽署遍查所有江州官吏的旧档，看看还有什么发现。是。先生，看来这里的水很深啊。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啊，刺史大人，狄老先生，袁方兄。哦，永忠，有什么发现？县衙的捕快们奉令遍查全城的饭店、客栈，果然如老先生所料。悦来客栈的电火机告诉捕快说，昨天夜里薛青林和葛斌与另外三人曾在店中会面。哦，还有另外三人？正是。走，去悦来客栈。房间在哪里？就在里面。请。就是这间房子。当时房中就是这个情形。正是，薛侯爷走后，小的害怕他老人家还会回来，因此吩咐房中的一切都不要乱动。他们一共五个人。正是，三人先到，薛侯爷和另外一个人是最后来的。看到了吧？我刚刚说过，薛青林的帮凶绝不止黄葛二人。啊，此案的每一步都被先生事先说出，真是神乎其技啊。另外的三个人会是谁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另外三个人定与葛斌一般，乃是江州大吏。相信武帝一定会有办法的。哼，有办法我看不见得吧。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哥，难道你不知道老五一直视咱们几个人为眼中之钉，我们一日不死，他的秘密就有可能泄露出去。老三，你到底想说什么？大哥，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六弟黄文月和四弟葛斌是老五所杀？什么？是啊，三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大哥，小弟也早有此虑。
您想一想，在昨夜会面之前，我们已在武平县中住了三天，大家都安然无恙。可恰恰就是在昨天夜里与老五见面之后，葛斌就被杀死在客栈之中，这难道不可疑吗？那你的意思是，老五离开悦来客店后，暗暗潜进葛斌的住所，将他杀掉？嗯，时间空间完全吻合。大哥，您再想一想，我们来到武平之事是绝对保密的。是，除了老五，还有谁会知道？而今老五将我三人关进侯府，一旦他起了歹心，那咱们可就是羊入虎口啊。因此以小弟看来，咱们还是尽早离开侯府为妙。不，这不可能。老五这个人我了解，虽然心胸有些狭窄，但断不会做这种灭绝义气之事。大哥，多年不见，他现在的想法您还会知道吗？那以二位贤弟之见呢？不辞而别。嗯，不，我看还是待今晚的结果明了之后，明日我们再赶回江州。大哥，今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中了老五的圈套。你想一想整个事情的经过，还不明白吗？如果黄国公真有后人前来寻仇，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六黄文月离任后才动手？可如果六弟是老五所杀，他为什么不在武平下手，而偏偏要等六弟卸任来到江州？那岂不是白费了很多力气？大哥，您糊涂啊！首先，如果六弟死在武平任上，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一定是老五做的手脚。第二，老五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死六弟，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觉得是黄国公的后人前来寻仇，惊慌之下来到武平找他商议对策，而他在此准备好一切，将我们一网打尽，从此便再无后顾之忧。所以大哥，如果说今晚有什么结果，那结果就是我三人被他杀死在侯府之中。不，我不相信武帝会做这种事情。哎，大哥既然不信，小弟也不便强求。大哥要在此等候，也细听尊便，恕我二人就不陪您了。你们，二哥所言极是。待到二更末，你我二人便前出侯府，连夜赶回江州。好。出府之后，我们避开大道，取水路回江州。二哥妙计。冯万春、张显拱、吴顺，正是。冯万春是江州长史，张显拱和吴顺是江州法曹和银曹。刚刚僚属们在密档中查到，这三人也是20年前黄国公案后由布衣职越为七品官制，与葛斌、黄文月的情形完全一样。看来悦来客栈中的另外三个人就是他们，这一点可以肯定。冯开，你立刻传令武平县令林永忠，发动县中所有衙捕，遍查全城之中的旅店和客栈，一定要找到他们。是。这三个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船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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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使夜船吗？去哪儿啊？江州。明天早上走行不行？有急事，必须连夜返回，请大哥莫嫌劳顿。是啊。纹银十两。穿资奉上。嗯，啊，二位客官上船吧。谢谢谢谢，快请快请请请。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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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应该是明早能到。哎，船家，为何停船？哦，怎么停船了？是，我去看看。船家，船家，怎么停船了？船家。哦，元芳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睡不着啊？还在想这件案子？是啊，大人。自打我跟随在您的身边，多少年来风风雨雨，见过的大案小案不计其数。可是这一次的武平案，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些困惑。哦，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桩案子令人感到非常别扭。别扭，你这个词用的有意思。说来听听。在这之前，不管是幽州使团案、湖州密封案、洛阳无头将军案，还是两年前的崇州蛇灵案，每一桩每一件都是蹊跷诡异，极尽复杂变幻之能事。然而我却从没有产生过困惑，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凶狠的敌人，而不是……不是什么？自从武平案发后，我时时感受到一种不平。那些本应被人同情的受害者，现在却一个个都是阴险歹毒、强凶残暴的恶棍。从死在江州的黄文月，到武平身亡的葛斌，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之徒。这么说吧，如果我不是朝廷的将军，而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将这些恶贼除掉。我真不知道，是非在这里到底代表了什么？正义用在这些人的身上，是不是被彻底歪曲了？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也能够感觉到你的表现。在蛇灵大案中推理如神、独闯蛇穴的李将军，在这桩案子中却很少发表意见。元芳啊，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这桩案子破获出来，恐怕会令你我都大吃一惊啊。大人，这是什么意思？不要觉得这是桩小案，可内中的曲直情由却并不比我们以往破获的那些大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相。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所知的连皮毛都谈不上。大人，此案不是已经很清晰了吗？黄国公的后人为报家仇，杀死了那些构陷无辜的恶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葛斌和黄文月之死？
元芳啊，你现在被情绪所左右，判断已经出现了偏差。我可以这样说，小小的武平县城当中隐藏着多股力量。多股力量？是啊，虽然目前我还说不清楚这些力量都代表着哪一方，但是我已经从几天的案发之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锦娘，神秘的刺客薛青林，以及那几位江州的大吏，每个人身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且我敢断言，这秘密绝不是那些官档中所记载的，那是如浮云一般的往事啊。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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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来了！让开！林县令，啊，这是怎么回事？今晨接到江边渔民报案，在江中发现一条无主的渔船，船上有两具尸体。啊，张仙谷、吴顺。哦，是他们。正是，这两人便是江州法曹张仙谷和银曹吴顺。与黄文月、葛斌一模一样，被铁锤砸碎后脑而亡。看来，那个神秘的黑斗篷再一次出手了。哎，江州刺史府下的司马。法曹和银曹都在武平被杀，这让学生如何向吏部交代啊？林县令在。现场是怎么样的？啊，两具尸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船上有脚印，想来是凶手留下的。哎，刺史大人，真想不到卑职到任仅仅几天，就发生了三起如此恶性的凶案，而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哎，看来。卑职这个武平县令算是做到头了。哦，元芳，我们上船去看一看。是。老先生，死者吴顺就躺在此处，张仙谷躺在船尾。哦，舱内没有血迹，说明凶手并未进来。元芳，再到船头看看。嗯。大人，这一定是凶手的脚印。嗯，看来凶手是两个人。两个人？元芳。你没有发现吗？这对脚印与船尾的那对脚印是同一个人，与船头这对脚印，无论从脚型还是大小都不一样。不错，好像是大一些。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那个黑斗篷先在船尾击杀了张显拱。而后穿过舱顶，吴顺意欲逃走，在船头被另外一个凶手截住，此时黑斗篷站在舱顶，用重锤将其击毙。嗯，有道理。元芳，你将这两个脚印踏下来，我想这对于我们日后辨认凶手会有好处。嗯。
方。好讲究的圆领袍啊，难道这是凶手之物？可他为什么要将这袍服扔在船上呢？也许是匆忙之间忘记带走了。先生啊，有什么发现吗？哦，温开永忠啊，是啊，让衙役们清理现场吧。好，是。姐，媳妇过来，先生让道。是是，让开让开，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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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是，过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大人，仔细的搜查一下。您说另外一个凶手会是谁呢？此人定是黑斗篷的帮凶。他扮作船夫的模样，将张吴二人诱上船来，而黑斗篷则早已藏身在夜船之上。待船驶到江心，黑斗篷突然出现，将这二人杀死。以卑职想来，张显古和吴顺定是要连夜赶回江州，这才来到捕头。而黑斗篷与另外一个人，则提前侦知了二人的踪迹，化妆潜伏，守株待兔。说得好。还有一个问题。张吴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